雪姑娘，一大早怎么了？慌里慌张的。三公子，姑娘昨晚只喊累，谁想一早起来人就发起热来，都开始说胡话了，死活不让我去请杜大夫，怕老太太知道了担心。行了行了，那个你去一趟木樨堂，悄悄的把杜大夫请过来，是，让人知道了。好，我跟你去看看。 麻烦您快给戚姑娘看看吧。好。如何？这位娘子近来是否有落水受寒呢？有过。 再加上这两日他为了请我给罗老太太治病，劳累雨淋也是我之罪过，待老夫开上几天药，服下之后，体内的寒凉之气和高烧会退去的。有劳，那就太好了。不过，这雪芝，照顾你家姑娘。是。 你是这位娘子的何人？为何当日说自己不是罗府之人？府中人情复杂，也并非一两句能说清的。哦，还请杜大夫见谅。至于戚姑娘，她喊我一声三哥哥，所以您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地方，不妨直言。从这位娘子的脉象看，有一处让老夫颇为踌躇。